暑假又到来，离开学日子还很遥远。我们这一个时代，每年都要面对如何用力痛快的玩耍。你可以造一艘火箭，跟木乃伊决斗，或攀登埃菲尔铁塔，发掘从不存在的某样东西。不妨猴子洗热水澡，海边冲浪去，发明耐米机器，找科学怪人的大脑。在这里。探寻古代神物，画一个新大陆，或恶整理老街抓狂。Oh my god！ 就是这样。我上课不专心，不在意，是因为偷偷看你。恶作剧是故意，在走廊追逐甜蜜。Oh my god！ 就是这样，直到开学之前有一大堆事好做。I'm not Terry。而就是现在，飞哥还有小佛全都不放过。